东西。是有点多哎，堆肥桶，堆肥桶，堆肥桶，总有少，就有很多啊。光了吗？那我不知道秀秀还在不在？秀啊，你还在的话，讲的话。在打魔物可以先暂停一下。挖矿比魔物好懂，魔物也很好懂，好不好？魔物你只要打，就打指定的怪啊，只是那些怪的攻击模式会不太一样啊。傻眼，你们竟然这样子讲，这样子，你要叫秀看，是因为你看。这不是就又用到漏斗了吗？好了，那再就是把这些种子又切下来。好了，检查一下哦。缺铁了，不然就要盖一座在另外一边这边，然后再移个村，移一只僵尸过来。一口气 shift 啊，shift 拿一个东西，就像这样子。首先你要这个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然后你就这样子拿随便一个东西，然后按住 shift 点两下，这样就都进去了。先留着吧，铁啊，铁先留着，讲错了。那我们先继续整地。
那纸的话可以先换。三十等啦，我们去修这个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去换一个钻石斧头，9329块，27块，然后这个，然后去把它的效果洗掉。好小、哦，好啦，有效率，有耐久 ，OK， 完美，完美。然后耐久，它爆炸啦！铁针。欸，我想到啊，然后之后如果王国之战啊，歼灭啦，欸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是反的，还是这样子？如果就是懒得没有挖沙子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包核心，因为他们挖掉的话，这个还是会掉下来，懂吗？除非他从下往上挖，我们就可以用那个会掉下来。说什么？有了，有产值了，那换一个。王国跟歼灭，王国之战，歼灭吧，我刚讲歼灭吧，挖核心不是歼灭吗？我刚讲错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二四六八九。边做事边讲话哦，你看错乱了吧？
然后之后就是插拔春蜜洗个耐久三效率四的出来就好了。呼，不是你。赚死了，大师！哦，果然，看丛林木，如果它是橡木船的话，可以刷哎、欸，可惜。好啦，反正就是至少河豚桶啊，那个热带鱼可以用的，就不会说都拿去丢掉了。讲错一次，啊，没办法、啊，就这两个游戏常那在换着玩呢、啊，我没有办法、啊。好，好了，听到锵锵锵，表示可以再换了。感觉是盖太远了，这样跑来跑去好累哦。2345678910。捷运安安讲隔壁关台了、啊、，Hello Hello， 大师了，不用换了，先换隔壁的。哦，那个耐久，哎、欸，它好容易附到单一属性哦，这正常吗？这样这是正常的事情吗？哪一个啊？这个，哎、欸，他刚卖什么？
就可以换了。刷起来，刷起来。都把机关改在这边好了，麻烦死了。先交易交易。改天去弄个村庄英雄，然后再来刷。先让我们有效率五耐久的铲子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啊，怎么瞬间都不能换了？干嘛？不给换呢？我就是盲棒的设计，有一个就是，你只要拿相对应他们可以交易的东西，比如说绿宝石，他们就拿在手上说你可以换什么？你看，可以换剑士，可以换这个，还蛮棒的，来吧。三，哪一个效率？耐久就好，耐久就好。哎、欸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也是可以啦。来吧，效率是在用钓鱼的吧？好了，我们先把铲子搞爆吧。丢里面，先铲这一块，哎、欸，这里好了，哦，好快，好快。
欸，可是我没有地方养你耶。你要等我盖大一点才能养你耶。哎、欸，我观众变零人哎、欸，这正常吗？你们看到是零人吗？哎、欸，轮到我的 FB 出问题了。是不是我 FB 也出问题了？吗？没有吧。Hello， 看一下我的台。123123。哎、欸，什么问题啊？等一下、喔，我看看。哎、欸，什么问题啊？等一下、喔，我看看。嗯，没问题啊。发生啥事？